频道。那今天呢，我想来跟大家做一个简短的视频，主要是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上个月买到的一个优衣库的新的合作系列，是优衣库跟 Thomas Mayer 的合作系列。大家可能光听这个品牌名字觉得不是很熟悉，但如果说他是 BV 的创意总监的话，可能很多人至少心里会有一个大概的概念吧。其实我在这之前呢，对 Thomas Mayer 这个品牌我也不是很了解，但是因为它其实是优衣库真正意义上第一个度假的系列，那我本身呢又非常喜欢度假，而且就是我住在加州一个就是阳光非常好的地方，然后最近又夏天了，我想说里面有一些衣服买回来日常其实也可以穿穿，比如说我身上这件就是它这次这个系列里的一个衬衫，只要20多刀，但是真的非常的好看。那这个系列由于它是度假系列就没有那么日常，所以其实这个系列相比其他那些 U 系列或者 IDLF 系列没有掀起太大的水花。那今天呢，我就来跟大家分享在这个系列中我买到的我很喜欢的一些衣服。那我就先从我身上这件衬衫来给大家介绍起吧。如果大家有看我前几期的视频的话，可能就会知道我今年特别特别喜欢淡紫色，所以就是这个系列的 lookbook 出来的时候，我就特别喜欢这件衣服，然后买到手呢也没有失望。它好像才29刀，然后人民币也就199块钱，我觉得就是非常值。那首先先来说材质吧，我觉得优衣库的衣服基本上没有穿着不舒服的。这件呢是纯棉的，由于是度假系列，我觉得它好像把这个纯棉做的比较薄，就是比较透气比较凉快一点，但是呢有不可避免的它有一点点轻微的透内衣的感觉，但是我觉得这个透是在我可以接受的范围之内的。然后它这个整体的设计就是做的是那种比较可爱比较浪漫的娃娃衫的感觉，搭配一个小圆领，然后这个圆领呢上面也是有两颗扣子，你可以把它解开，就是当成一般的衬衫来穿它。另外我很喜欢它这个灯笼袖的设计，那这个灯笼袖的袖口处呢是有褶皱设计的，所以会显得这个袖子更加立体。然后胸部这边呢也是有这种褶皱的设计，会显得更加宽松一点。因为它整体的设计都比较宽松，所以我下面倾向于给它搭一些高腰的简单的夏装，比如说白色的长裤或短裤这样。那整体造型呢就是看起来非常度假，然后又因为它这个设计加上它这个颜色的原因，看起来又很浪漫很飘逸，所以就是这件单品呢我也是很想要推荐给大家。那如果有同学就是觉得这种颜色自己可能 hold 不住，那这个款式呢它还有其他几个颜色，我也买了一件白色的，那件白色的我也很喜欢，然后也穿出去拍了照片。那这件白色大家其实可以看出来，它因为颜色的关系它比我身上这件更透，但是因为它是度假系列嘛，所以我是可以接受得了这么透的。这件白色衬衫呢相对我身上这件紫色它会更好搭配一些，然后看起来也会比较清凉，那除了度假日常穿肯定也是没有问题，而且虽然它是一个长袖，但是它这个面料非常轻薄很舒服。接下来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原本打算跟这个衬衫一起搭配的这条短裤，大家其实都可以看出来这条短裤特别的宽大，这个短裤我买的是 US2 码，但是我穿上去都超级大，就是在这里跟大家提个醒说，如果你们身材跟我差不多的话可能要买更小的。这个短裤它整个设计就是一个非常宽大的一条短裤吧，就是很有男孩子气，就是如果尺码对的话我应该会很喜欢它，这个日常穿应该也是没有什么问题。它腰部是一个这种系带的设计，然后裤腿呢也比较宽大，整个长度大概到膝盖上面一点点的位置，其实这个位置就是如果你小腿长得好看的话是挺显腿长的。再来说说搭配吧，因为它这个白色基本上上面任何颜色都没有问题，我是本来打算给它搭配就是我身上这件衬衫的，但是呢因为我衬衫也太宽大，然后这个也太宽大，就穿上去特别像打鱼的，所以我就换了一条比较紧的白色短裤给这个搭。
然后这件呢，我还有买一个大红色，这个大红色呢，它本来就是在海报里是跟我这件衣服一起搭的，我尝试了一下，我发现我完全 hold 不住，但是呢，我也给它上面搭配了一个更短的紧身的一个露肩的上衣，这条红色的短裤相对于那条白色的短裤来说更让我喜欢，因为它这个颜色比较特别，而且就是因为它这个颜色的原因，所以视觉上呢不会像那条白色一样显得你下半身特别的宽大。这个短裤我还是挺喜欢，我觉得上面给它搭配一些短上衣，它可以中和掉那种短上衣太过于女性化、太过于性感的感觉，给你这个整体造型赋予了一种比较舒适、比较休闲的度假的感觉。所以这条短裤呢，大家如果要买的话，记得要注意尺码。接下来我跟大家分享另外一件衬衫，是这一件，这件呢是一个这种小立领的短袖的衬衫，它其实做的还挺特别的，有一点工装的风格，就是看起来比较帅气，但是如果你下面就是搭配的好的话，它其实看起来也会比较优雅，比较知性一点。这个衬衫它领口的设计跟我身上这个其实是一样的，是一个小立领，然后有两颗小扣子，你可以把它解开的。然后它比较特别的细节是胸前这个口袋，大家就是乍一看是两个口袋嘛，其实这个口袋是在外面的，这个口袋是隐形的，在里面的。它这个小设计的还蛮有趣的，就是让人真的会觉得就是有细节在里面，不是一件简简单单的衬衫而已。它这个袖子的弧度呢是稍微有一丢丢廓形的，就是更给它赋予了一种帅气的风格。这件衬衫呢，它也是纯棉的，然后也非常舒服清凉。那这一件呢，我觉得是这个系列里最适合日常的一件衣服了。我觉得这件衬衫你下面给它搭配一条简单的裤子，然后再搭配一个西装，其实就完全可以做通勤的搭配了。但是呢，你下面给它搭配就是我刚刚给大家介绍的短裤呀，或者比较飘逸的长裙，又会有度假的感觉。所以就是这件衬衫呢，算是这个系列里面就是最好 hold 的一件了吧，因为它价格确实还挺美好的，所以我还买了一件黑色的。那这个黑色呢，我觉得我就没有特别喜欢，当然它会有更帅气的感觉，不过就是搭配性来说的话，我可能不知道要怎么把它搭配成一个比较时尚的感觉。最后要跟大家说的一件呢，是一个非常舒服的背心，这一件。那这一个背心呢，它手感非常的柔软，它里面好像是有莫代尔棉的，就是摸起来非常舒服，而且它里面噔噔是有一个内衣内衬的，所以你穿这件呢就不需要额外再穿内衣了。它这个衣服领口这边线条呢会显得你胸型蛮好看的，然后胸部以下呢是这种宽松的设计，所以其实这件衣服可以说它功能性蛮强的，就是为了度假准备的，或者你居家也可以穿，但是平时如果你要出去搭配的话，可能它就没有办法起到一个很好的搭配效果。那说完了那个背心呢，就来跟大家说一个跟那个背心长得几乎差不多的这条长裙吧。喂，它是一个这种驼色跟这种比较明亮的大红色的一个颜色组合，我很喜欢的一个颜色组合，看起来呢又有质感又比较活泼一点，所以这个颜色组合我之前也跟大家就是说过。它这个长裙呢依然是跟那个背心一样的设计，里面有一个内衣的，所以你穿这个呢也会非常的舒适。这个长裙呢相对于那个背心我更会推荐给大家，因为它这个颜色的设计我很喜欢，而且你外面给大家搭配一些比较好看的外套其实也是可以穿出门的，所以这个长裙呢我是比较推荐给大家的。接下来还剩最后一件夏装，就是一条短裙，但是我不是很喜欢，所以我吊牌都没拆，我打算给它退了。这个短裙呢跟我刚刚给大家介绍的那个两个短裤长得几乎是一模一样，只不过是裙子而已，然后长度也差不多。我是觉得就是你这么宽大的设计，包括就是到膝盖上面的这个长度的设计，用在短裤上其实是 OK 的，看起来可能会比较男孩子气，然后比较舒服，比较休闲一点。但是如果用在短裙上的话，会显得你就是臀部到大腿那边整个人很胖很肿。当然如果你买深色的话可能会比较好，但是如果是这种白色然后又配一个很宽大的这样一个设计的话，我个人是不是很喜欢的。
最后再来跟大家说两个，就是我在这个系列买到的特别特别喜欢的泳衣。首先呢，就是这一件，它前面看起来呢是一个很复古的那种连体泳衣的设计，然后背后呢其实是有这种系带的，胸部这边呢也是有一个比较轻薄的棉垫这样子，整个泳衣的面料也非常滑，非常舒服。本来它这个型我就已经很喜欢了，而且它这个泳衣的拼色呢又是一个我最近特别喜欢的颜色，就是这种橘黄色拼接紫色的这样一个设计，看起来非常的明亮。然后这个系列刚上线的时候，我看到这件泳衣就立刻在微博上给大家推荐了。那这一个呢，是我非常喜欢的一个单品，我买回来也觉得就是它穿上去很合适，但是因为我最近还没有去度假，所以没有来得及给大家拍。然后这件泳衣因为我太喜欢了，我又买了一个黑白拼色的。这个黑白拼色它看起来是一件非常简单的泳衣，但是真的是很经典。尤其是它背后这个系带设计，就会显得这个泳衣整体会比较，我觉得哈，就是比较复古又比较优雅一点。就是如果不太喜欢刚刚我说的那个颜色搭配的话，我觉得这个泳衣呢算是一个百搭的安全款，又很经典，而且黑色也比较显瘦。再补充一句，就是它胸前的这个弧度呢非常的好，就不会像有一些时装泳衣那样子露太多。所以这个泳衣呢我非常推荐给大家，而且它价格好像也不贵，如果大家能买得到的话，我挺建议大家买这件的。好了，那今天的视频呢就差不多到这儿了，如果你还有什么想看的主题的话，记得留言告诉我。那我们就下期见，拜拜。